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哥，今天我们继续新讲网友往后投稿投稿，声音人是冷界手具下对非常恨，把对方控制住，哎，好了 ，OK， 你看对方在那瞎打，一阵满打，满打到中，哎，躲开，啊，躲开的很快，冷界大战手具，哎，这个技能还是挺炫的啊，说实话，好像网友投稿冷界大战手具还比较少啊，这是首次看到这位网友投稿啊。这个通灵圈跑了，跑得很快，看似个是吧，很猛男啊，很猛的一个英雄，很猛的一个忍者，也都是暴力，一拳过来戳在这里，哎，所以说提升一个千差，把对方插住，哎，终于把对方控制住了，继续消。哎，但是现在这个冷界大战的技能还是吧，很多忍者都是好几次的那个技能可以分好几段，回首一个大招把对方撸起来，好，那一下。那我爱罗啊，还有什么都出现了，不吃点苦头是不行的。那接着我们还要打这个六尾鱼膏，让喷水，喷水先躲在角落，等待机会啊。这个你看，现在好多技能都是有两段操作，这个很烦人。提升之后，好像哎，这是哪来的闪电啊？这是一个新秘卷吧？这个哪个秘卷？啊，这出现了。又不落到地上了，又被一个气泡抓起来，马上一个大招，对方也是毫不留情啊！知道这个玩家手具比较调皮的，直接一个大招解决。解决之后，我们来看下一回合。下一回合拿出了面点师天天，这个家伙挺爱吃的啊！一个锤过去，哎，被电了啊！电了之后不会动，站在那只能等着被人喷，不然他招出个痛点赶紧跑。面点是遇到这个喷水啊，直接戳，再进 A， 一进敲，啊，对吧？提升之后，哎，赶紧跑吧！这天天也提升之后，对方招出通灵，完了，天天被喷出去了，对方又开始喷水。这天天还没出来，就出来一回合啊，就出来一回合，直接被对方压着打，这就很尴尬了，直接被打败了。这天天真可怜，出来一回合直接被打败，不像那个是吧？冷界的手具哈、啊，还能打两回合。现在还反应六尾来打掉，现在终于爆头了，别打到解决啊！最后我们再先看看这个用六尾打黑土啊，圣诞黑土操作也是非常精彩。